杰啊？你说林志玲吧，还是林俊杰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制作人怎么有空来啊？感谢。没有，我听说你今天在这里要办的这个签唱会，而且是我们一起打造的这张是很特别的作品，所以我应该要我带着我的团队来共襄盛举。谢谢。共襄盛举。共襄盛举。哇塞，我们这个我的骄傲专辑制作人真的是神秘嘉宾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来到了林志颖的签唱会现场，成为第一号的头号粉丝，给 JJ。好意气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戴墨镜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站在这个不老男神旁边，太帅了，所以我要遮住一下。可以，太乱了。买一份肠粉送我的专辑跟 JJ 的专辑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说好就好。开玩笑，应该是送，不是，应该是买专辑送肠粉。啊，对。制作人林俊杰同学，请问你买了几张林志颖的专辑？目前还只有一包肠粉，但是我待会准备要自己买。你希望我买几张？啊，100份肠粉就好了，100份的，OK， 没问题，100张啊。哇！对，祝你谢谢25周年，继续的更多的25周年，然后这张纪念专辑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感动，然后唱片大卖。所以如果希望大家带我多出专辑的话，就要请拜托他好不好？他说我多买肠粉，多吃肠粉。